要买卖计程车来这边，还有地下室，这边的车子还有修车厂，很多又便宜，然后老板还有做出租，轿车出租，一天只要999元，新车，然后老板还有做中古车买卖，自用车，这一台2015年的，虽然卖我138万，我买这个来开 Uber 好了，宾士车。BMW， 这个是保时捷，奥迪，这个是叉级，哇，这一台这么大台，这一台来开 U8 不错，哦，还有这台宾士车，哦，哦，好，老板好帅。